那我过暗时，非常暗时的时候，我在顾的时候，我看到对面一个吼，安尼穿白色的长衫，啊，头毛嘛，白衫衫嘛是长长啊，头毛嘛长长啊，啊，坐在对面。但是我伫这边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晚上睡那个过病人，咱袂伫啊袂困嘛，无可能困，因为搁伫南，因为是南病房，南病床啊，咱只啊咧顾，所以那个窗啊门，咱这个那个窗帘吼，那个门帘啊，那种就要开一滴啊，啊，你看过对面。啊，当然，迄个时阵来讲的时候，咱就是安怎咧，拢摕一本书咧看，因为迄时无手机啊，像即摆大家拢咧耍手机啊嘛。啊，就是咧看，诶，对面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个不对劲，我就马上禁忌怕咧，我讲你不能过来，我就马上跟他讲不能过来。就那个女，那个查某，怎好像差不多一两，我眼应该无一分钟啦，无外久。就这样子消失了。哎，我的查某啊，有华丽哦。对，那個、就是说你要，我只是要告诉他不能过来。剑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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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家，道家，他认为这个手印呢是可以驱邪的。对，所以要这样子哈。哪里怎样？这样呢？对。这样子，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压在这上面，压在这，没在管。哎，啊，就后来他真的，他讲国语还讲台语。我那时候你没再过来，一年，我没再过来。就后来，伊就真正无去啊。结果第二天跑掉了呢。对，无去。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人还是？因为我一看的时候，迄个感受就知影，因为我们感觉到他不是。感受是。所以我说禁忌，啊，禁忌。来，最主要是这个手指头，对对对，这手指头就是拇指夹在中间，压住无名指，对啊，然后小指压住。拇指、哦、然后指着他，没再过来、不要过来。对，好。